嘅第一站当然睇金字塔啦。呢个系梯形金字塔啊，所以你见到佢咧系一层一层一层嘅。我哋而家咧先去一个摆神像嘅地方，因为咧每个金字塔嘅法炉咧都系会有啲神像去守护嘅。咁我哋而家开罗属于下埃及咧，佢嘅神像咧就系四啊。一路行咧，你会见到有一个个呢啲咁嘅窿噶。摆像。其实咧，之前系摆神像噶，不过俾人拎走晒啦。俾人拎走晒喎。呢个就系守护住金字塔嘅眼镜蛇。这个梯形金字塔呢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它是埃及第一个法老的坟墓呢起成金字塔的形状的，之前那些呢都是平面的。这个就是皇后的陵墓了。手工好精细啊！上次咪话希腊啲狗猫啊狗啊都肥肥白白嘅，埃及啲狗好瘦噶。哇！佢哋准备咗啲面包啊，好好啊！面包啊，狗仔 BB 唔识食啊。BB， 大狗先识食包啊。最后咧去埋呢个宰相墓啊，哇！但系要乌低身行噶，哇！唔容易啊，好黑啊！碗入边有。你们的山呢是最大的。哦，哇！全部人都要乌低身噶。哇！阿姐，而家去个宰相墓啊！阿姐，我得不出来领证吗？到咗啦，宰相嘅陵墓啊！可能你会觉得，哇，点解啲景点要啲游客又要咪又要踎啦，又要跪咁样行？但其实呢佢当初都系谂住整个坟墓嘅啫，冇谂过自己个坟墓会咁多人嚟参观噶。更贴啲啊！哇，上翻地面啦！虽然哎呀，哇，好多头啊！虽然咧路程系得五至十分钟，但系都已经会好喘气啦。我哋第一二晚会入住嘅酒店啊 ，Movenpick。埃及咧，除咗酒店啦、机场啦，好多景点咧都要做安检噶，不过都好 hea。哇，好正啊！超级大个泳池景啊！睇波咁正嘅话。佢啲餐廳啊，嗰啲全部啲環境都好靚噶。首先睇下個廁所先，廁所都好大嘅。哇，有兩張牀噶，仲有個露台望泳池景嘅。
虽然酒店的外围是很漂亮，但其实呢内部好像特别厕所那样，就啲设备都比较旧啊。The next day， 早晨啊，琴日影唔到，外面真系好靓噶，呢啲叫做咩？金玉其外，败水其中，间房咧好残旧啊，但外面咧就整得好靓嘅。吃咗自助早餐先，埃及的速度啊，全部台呢都没人坐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人执台啊。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吉萨的金字塔区啊，这里是由很多的金字塔组成的。昨天去那个梯形金字塔是第三代王朝，而这个吉萨的金字塔区就是第四王朝，就将昨天的梯形金字塔变成现在这些真正形式的金字塔了。而这里最出名的那座金字塔呢就叫做胡夫金字塔，是这里最大和最完整的金字塔来的。哇，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七大奇观的金字塔。哇，我们知道景点一定有狗仔，所以我们带了很多饼俾佢哋食啊！我哋而家咧准备步入呢个金字塔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哋啱啱已经入完金字塔啦，但系金字塔系唔可以影相噶，所以就拍唔到啦。好。哇，黄金金字塔，这个行狮身人面像，你望一望啊。眼前就是狮身人面像啦，它是守护着胡夫陵墓的狮身人面像来的，它的鼻子没了的了，相传呢就是拿破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将它射了下来的，不过就没人整食过。现在录紧咯。